最近垦丁观光业问题备受大众关注， YouTuber 见习网美小屋今也发出了到垦丁旅游的照片，他带着团队到垦丁拍片，实际走访体验当地物价，除了是想要了解垦丁观光的现况，也藉由亲身经验呈现更真实的垦丁。小屋在现实动态分享了与好友悠悠的合照，并标记了垦丁大街，同行的团队伙伴也负责拍摄记录，之后会将这次的旅程剪成影片跟大家分享。他也特别叮嘱网友，影片内容很有趣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看，让粉丝们都很期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小屋的照片中还能看见背后垦丁大街的小吃摊位售价，像是小份炸年糕7个60元，大份14个100元，小份炸汤圆12个60元，大份24个100元等。